欢迎回来，火炬之光。我现在在玩这个，这边搭起来是这座桥，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条路可以上去。哎，我试试看，看起来是有一条路啊。等，我需要这台机器人。试试看，停在这里哦。可以耶，它可以停在任何地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从这边爬上去的样子。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哟，闪电，闪电！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耶，记录一下，然后。从那边下去吗？哦，一路到底啊！他这个可以干嘛？可以抓出来吗？欸，然后呢？欸，他抓出来就没有电力欸，是不是？哦，他没有导电，欸，所以他是不是要插到这个地方啊？想想看。黑马可以移动吗？不行。没关系，我从这边爬上去看看啊。爬上去。不对，我刚从那边下来的。这样，啊，没路了，不会吧？那我先把它插回去啊。哦，酷！哇，那这样子还需要两个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先把它拔起来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应该是可以过去了。看来是只有一个来插一下，通一下电。哎，这不能用哦，换另外一边。来另外一边，哎，这样怎么上去啊？这，哦，直接电爆了！啊，重新再来啊，没关系。
开了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。小岛可以移动。哇，这样我机器人就可以过来了。它可以充电。哦，下降去了，这是到哪边啊？
为是两只啊，有点危险啊，先过去哦。哦，哇，它会爆炸！啊，哈哈，撞到了！啊，这里要修复，修复它，然后哎，这可以跳过去吗？哎，不对，从那边下去哦。哎，这是干嘛的？啊，要打他！到了，要先下去拿东西。哎，这边有路哎，去看一下。啊，传送点。啊。哦，这没有通道，难怪。先下去拿个东西好了。觉得应该好一层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等一下，从这边传送。啊！摔死了，踩空了啊！真是的。这次我们就直接上去好了。机器人，哦，又爆炸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是我一拳呢、啊！哦，下面有怪物、啊。滑下去，我要打王喽！哟，蓝色香菇，好，损血，损血，哦，哦，
到最下面去好了。欸，差一点。我觉得这边应该过不去啊。对，这边可以。对啊。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先从这边传送。哎，这回来了吗？不会吧？没错，是这里。时间限制的，算我等下一局好了。再一次。上上上上，快快快！是有东西卡住吗？先走左边好了。住了嘛，这样才有另外一边。No way！ 那角度还真难跳。啊？不过至少那个传送门可以用。
可以切换呢。到那个地方啊，啊，我知道了，下去。直接摔死。我的机器人呢？有一个开关的样子，这开关怎么用啊？哦，这边还有一个。
个吗？电力要先关掉。下面也太可怕了吧，碰到往上爆掉。啊，这边可以关掉吗？那我去做一下，我觉得它应该可以通电。就好了吧。OK。还有吗？没了。那应该在上面哦，另外一个开关。知道了，它有角度啦。像是上面那个。
咔一声。先到这边，下一期我再研究一下怎么样到下一个地图去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哦。